第七题，声音在下列哪一种介质中传播速率最快？老师上课提过了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，我们的声音传播速率一般而言是固体大于液体大于气体，而空气传声的速度与温度有关，气温越高传声越快。所以我们第七题问我们说，声音在下列哪一种介质中传播速率最快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30°C 的钢铁。